表甜蜜，你在却坚韧无比，你充满静谧，美丽的生命。我像头鳄鱼，冰冷铁衣，保护着柔软的心。我害自己不告诉你，一直等结果，原来我们是朝彼此的方向探索。看看你，看看我，注定不同。你有你，我有我的美梦。天日天地日地多不同，却在这一个雷电交火，给我爱的不离不弃。Get out of here. 你在工作方面有压力或者太累的话，你就跟李杰说一声，我相信他会体谅你的。如果你在感情方面呢有问题，你就来问妈妈，妈妈可以全部帮你解答。不要忘记哦，你在我这里永远是排名第一的。我还真有一事问你。嗯，请问。当年你发现我爸有别的女人，你为什么还坚持把我生下来？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真的我纠结了很久很久，我几乎好几天都没有办法睡觉。然后呢？然后你知道吗，孩子，太神奇太神奇了，你都不能不相信。那天晚上我哭得我两个眼睛都肿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决定我不要你了。当我自己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真的突然我就听到你的心脏这样子扑通扑通扑通，真的听到你的心脏在跳，你知道吗？瞬间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再是我自己了，而是我们了。同时我也觉得你意识到我就是你妈妈，你就是我的宝贝。真的，你想想看，你那个时候才最多最多这么一丁点大，怎么可能听得到你心脏的声音？可是我真的我听到了你心脏的跳动的声音，而且那种声音是告诉我，你真的好渴望好渴望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母子连心，我真的相信这个道理。所以我就毅然决然义无反顾的，我就把你给生下来了。了解。哎，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啊？啊？哦哦。帮一个客户写文案呗，帮人家问问。切，我还以为你要让我做奶奶了呢。你着什么急？嗯，好了好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记得把那锅汤喝完啊！好，不要想太多了啊！好，嗯，回家打电话给你哦。拜拜。年轻人啊，真应该好好练练酒量。想当年我一个人喝倒十七八个客人，那才把生意拿到手的。老总，不要吹牛，之前还说是七八个，现在就变成十个了，多上十个。没酒了，服务员，再给我来一瓶。别喝了。走吧。啊，走了走了。没事，你们先走，我再来一瓶。人家请客不喝白不喝嘛，是不是？回家了。
服务员，给我来一瓶。因为人家请客就胡吃海喝的人，这种人最笨。喂，你不要把我讲得跟贪婪鬼一样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心疼那些菜。郝炯，郝炯，把这桌剩菜打包了，回家喂狗。好，打包给我吃。服务员，服务员呢？圆圆，那个麻烦你呢，帮我把这些剩菜剩饭全都打包了，回去给我吃。这样呢，我们才够爱护地球。还有啊，那个隔壁的包房，如果那个包房还有剩菜剩饭的话，统统打包回去给我吃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你们还没买单。糟了，谭总没来，老总喝大了，洛洛姐去吐了，连瑞芝也走了，剩下的就咱们这些虾兵蟹将了。找他。不是，为什么是我买啊？你说的，头都走了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干嘛？别！不是。不是你，我发现你这女汉子怎么可以公然抢劫呢？我的卡被刷爆了，郝炯他一定没有办卡。错！我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我大姨夫就给我办了一张公交卡，算不算？那不是你的卡居然会刷爆，肯定是为了那郑伟华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今天这顿饭没有人付钱，你要全部负责。我告诉你，你陈壮汉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不让你再提这件事儿了。你非逼我揍你是不是？哎，我偏说，就像你这种傻子才会被郑伟华那种人骗，怎么了？我叫你不要开口，你听不懂啊？嘿，还居然还被骗到卡刷爆！我跟你说，我看你的头应该也被跟着一起刷爆才是。咋的？你逼我的。怎么着？人呢？
看到一个包包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看到。哦，谢谢。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我手机在包包里啦。怎么会没人呢？洛洛，其他人呢？太好了，终于看到认识的人了。你可以帮我打一下我的号码吗？我的包不见了。洛洛，其他同事帮你带走吧，明天到公司问一下嘛。也只能这样啊。你喝醉了，我送回去吧。谢谢。来。啊，谢谢。小心。OK OK。吹吹风会舒服一点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这上次的胃药，我看脸色好差哦。来，先吃一点。不好意思。我看我们在附近先走一走好了。等你舒服一点，我再送你回家，可以吗？也好，吹吹风可以把酒气散掉，不然回家我老爸又会说我。这里好漂亮哦，下次一定要跟哲熙一起来，他一定也会很喜欢。会冷啊，嗯，来，闭上吧。嗯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啦。你之前感冒的，我不要你二次感冒。就当做回报你上次照顾我啊。嗯。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行啊，我一个人劈你也会冷啊，一起劈啊。不然一人一半。万一我们一起感冒，那不是很冤枉吗？对不对？还会这么倒霉？洛洛，嗯，你跟哲熙最近还好吗？我们？嗯，我跟他很好啊。你跟他还好吗？嗯，之前不是吵架了？嗯。其实哲熙他就是嘴巴比较坏，但是他一点恶意都没有，有时候是很讨人厌。我刚开始也是看他不顺眼，可是后来相处久了就知道，他其实人很不错，跟你一样是好人。当初就是因为你拒绝我，所以我只好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，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。现在好不容易解脱了，哲熙喜欢上费洛洛了，你帮我阻止他。瑞芝，哲熙他不会听我的。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是要你追费洛洛，让哲熙彻底死心。你做得到的。别忘了，是你欠我的。
被这么一说，我反倒有点心虚了。露露，这次吹吹风也挺舒服的。心机的人就是有这点好处。天气凉了，记得多加件衣服。才一分开又想你了，明天一起吃早饭吧。今天没能陪你一起吃午饭，记得想我。欠你的钱我会尽快想办法还你，虽然你是我男朋友，我也不想欠你哦。费洛洛欠哲熙的钱。睡了吗？想听你声音。陆哲熙，你记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回到我的身边的。喂，这还没过河呢就想拆桥啊，是不是太现实了点啊？你又想干什么？你说呢，老婆？谁是你老婆？记住啊，我只是你的前妻。哎呦，你说这话我多冤呐！那不是你跟别人说你是我老婆的吗？要不人家怎么肯帮忙呢？我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最毒妇人心呢，一利用完就想翻脸没人了。我还以为咱们俩的关系有所改善了呢。别那么多废话，明天我就把钱给你。行行行，既然你这么爽快，我也就不啰嗦了。记住，下个月别再让我催你。哎，对了，其实你想要孩子呀，也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倒乐意帮忙。我。家里有没有吃的？都做饿死了。刚好。哇，想一只煲汤啊，
现在可以开店了，好喝。你不是去前面呀，还喝？去的时候就结束了。你呢？请了个病假，有没有想到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法？哎，哪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？肯定会有一个人受伤，所以你的选择是？我想先跟瑞士说清楚，我喜欢的人是洛洛，我陪他解决完孩子的问题之后，我再回去找洛洛说明白。没错，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了。感冒有很多种，一种是甜蜜的感冒，接吻导致。哎呀，老公啊，都说昨天你不要亲我了，你让人家都感冒了。有的人是骑车吹到风感冒。我操！我操！有的人是吹了一晚的冷风。哎，总经理好。露露，这资料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你也感冒？嗯。我不该让你吹风的。没有啦，是我害你二次感冒。有时间看医生吗？嗯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这是我感冒药水，先上去喝。谢谢。喝了这杯感冒药水，你和谭总的关系啊，就更进一步了。什么更进一步啊？这可是谭总喝过的感冒药水，喝了它，你们就是，间接性接吻了。不要乱说什么间接性接吻。不然方轩，你感冒了你喝啊。啊，不不不，我已经有家室了。谭总的这一片真心，我无从销售呀。洛洛姐，你就喝了它，喝了它之后啊，你一人得道，我们今天鸡犬呢也能跟着升天了。拜托你们不要乱点鸳鸯谱好不好？少在那边乱说。喝喝喝，间接性吻，间接性吻，间接性，间接性吻，喝喝喝，接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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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跟谁接吻？哲熙哥，总经理留了自己喝了一半的药水给洛洛姐，他们俩呀就要接着去接吻了。不要听他们乱说，我是不会喝这个药水的。生病了当然要吃药，何况是谭总对你的一番心意。喝吧，洛洛。喝吧，洛洛，坐吧，你们吃。我去忙。哦，你没事吧？感冒。我的包原来在你这儿。昨天以为你走了，所以帮你把包拿走。还好你帮我拿，谢谢。没关系。来，帮我保管一下。哲熙。他们刚刚都瞎起哄的啦，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不生气，你不吃醋哦？你不是真的感冒了吗？我生什么气啊？可是我会感冒是因为我有喝酒，还搭了李杰的车，我们还在河边吹风哦。我知道。人家都说谈恋爱的人眼里容不下一粒沙，结果你居然这么淡定。到底是你心胸太宽大，还是我给你太多安全感了？你居然一点醋都不吃哦！我要是这种时候还吃醋，岂不是太孩子气了？你是个成年人，我相信你做事是有分寸的。不管你是上他车也好，去河边吹风也好，都一定是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感冒养好，其他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好吗？我以为你跟我一样，是那种不容许另一半有任何借口的人。
就好像灰尘掉到眼睛里面都会死命的揉出来。结果你居然这么有度量，我还宁愿你骂我，我心里还舒服一点。行，那我先去忙点事儿，然后回来之后好好骂你，好不好？感冒算什么呀？不就是打打喷嚏、发发烧吗？最可气的是吞了一嘴别人吐过的菜渣，到嘴里还……什么同事聚餐，分明就是同事相残嘛！我警告你，要是敢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讲出去，后果很严重。魏睿之，下午我要请假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连你的一块儿请。什么意思？我下午要去趟医院。非典，我说的非常明白吗？我要去妇产科，人流手术需要有人陪同和签字，明白了吗？这不是你一直想找我谈的事儿吗？怎么了？现在我决定放弃孩子，你不说话了？你不应该答应，很爽快的答应才是吗？你真的决定了？是啊，想了几天，想通了。既然这个孩子不被期待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也不希望他将来活得太痛苦。这世界上人口够多了，也不差这一个。你只要陪我做完人流，一切都会恢复原状。忌惮的跟你飞洛洛在一起，再也没有人和事可以阻碍你们。孰不可忍？就算我大姨夫今天忍了，我这个当表哥的今天绝对不忍。谭小明，你给我听好了。怎么样？怎样？哎呀，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人家好歹也是老板的女儿啊。哎呀，下回可得注意了。不行，不行，我现在就得去找他们解释解释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那我合约现在立刻帮你送过去。不要客气，我们公司呢，通常都是以客户为。shit！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待会见哦。拜拜。喂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帮你擦车，真是，我想弥补一下昨天晚上我做的那些错事。哎，这样吧，让我们的友谊重新建立起来，好不好？恶心死！谁跟你有友谊啊？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，好吗？敲这脑子，立正吧。现在干净了，敲着脑子。这样，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
手言和，互相帮助，好不好？帮助你个头了，赶快帮我把车擦干净，我要用车。你又来了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咱们见面以后能不能不要这样的大呼小叫的？不管怎么说，是不是？这，咱们马上就成一家人了哈。这按辈分来讲，你是我妹妹啊，你怎么得管我叫声大表哥吧？大你个头了，大表哥，你还要叫我声姑奶奶呢？你看这孩子怎么回事？是这样，我问你，你管陆哲熙叫哥哥吧？现在？那又怎么样？那又怎么样？现在就是你的亲哥哥谭礼杰，跟你这个哥哥陆哲熙两个人在同时追我的表妹，所以说我的表妹不管选择谁，将来他们两个人要是好了以后，那咱们是不是就一家人？你是不是就得管我叫大表哥？真的是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个孩子，看起来挺有知识的，挺有文化的。对，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吧？真是没看出来。给你点颜色，你就开染房啊？赶快把我车擦干净，我要养车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别急。是不是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，你现在也认同这个道理了，那我再补充一句话，虽然说那个爱谁喜欢谁啊跟我们没有关系，这是自己的事情，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，离那个伟华远一点，他是个贱人，我告诉你。他不是伟华啊。行，就是你说那什么灰尘，可以了吧？离他远一点。他都在洛城了。哎，行了，洛城灰尘他都一边沉，对不对？我把车现在给你洗干净啊，别急。哎，认识姐，泽西哥，身份证带了没？带了，走吧。喂，干嘛？他们俩干什么事需要证件？一定是做坏事。做坏事干嘛要带证件啊？这电视上不都这么演的吗？你聪明，你举例啊。好比好。开车，开车算什么坏事啊？他走到下面一个路口，他把下面路口那个红绿灯闯过了，警察管他要证件，他没有证件，是不是警察要把他带走？还有，乔英豪，如果他们俩是雌雄大盗的话，好，赶快开车，我赶时间呢。范小姐，人流手术是不能还原的，你们两个真的确定？是的。那好，按照医院规定，在做人流手术之前，咱们要先做一个 B 超检查，排除宫外孕的危险。生命就是这么奇妙，这个阶段的他，眼睛、手脚已经形成，心、胃、肠、肝等内脏以及大脑已经开始分化。有科学研究报告说，其实这个时期的胎儿已经能感受到母亲的情绪变化。那天晚上我哭得我两个眼睛都肿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决定我不要你了。当我自己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真的突然我就听到你的心脏这样的扑通扑通扑通，真的听到你的心脏在跳，你知道吗？瞬间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再是我自己了，而是我们了。
同时，我也觉得你意识到，我就是你妈妈，你就是我的宝贝。真的，你想想看，你那个时候才最多这么一丁点大，怎么可能听得到你心脏的声音？可是我真的听到你心脏跳动的声音。原谅我，我也是迫不得已的，因为我不想把你生下来以后，让你面对一个不完整的家庭。够了，别说了。而且那种声音是告诉我，你真的好渴望，好渴望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母子连心，我真的相信这个道理。所以我就毅然决然，义无反顾的，我就把你给生下来了。医生，我们准备手术吧。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做了。不要孩子也是你，要孩子也是你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非把我逼疯不可吗？我知道我这么做是有一点奇怪，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做。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不是一个对的事情，他是不受欢迎的，对吧？那就把他留掉啊！你为什么要改变主意？因为我不忍心去扼杀一个生命。我原本以为我是可以的，但是我刚才在那儿，我就看见他，他就在那儿，活生生的。我真的没办法让自己去变成一个杀人犯，一个刽子手。瑞士，这个错是我和你犯下的，我们不应该让孩子去替我们承担，这样是不公平的。什么是公平的？让他没有爸爸，只有妈妈，家庭的爱只能永远享受一半，这就叫公平吗？嗯，陆哲熙，你现在是一时冲动，你觉得他是一个生命，那费洛洛呢？你的费洛洛怎么办？那可是你用心争取、小心呵护的爱情，你忍心这么失去他？这不用你操心，我做的决定，我自己会负责。洛洛那边我会替他解释。我就要替他负责，就这么简单。怎么这么贵啊？又要花钱修车，又要交医药费，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要让我知道是谁把车整成这样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哎，范小姐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范小姐，请等一下。范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你下次产检的时间。产检？我没听错吧？谢谢。这家伙想追洛洛，还把别的女人肚子给搞大了。陆哲熙，这一次你算栽在我手上。
泽西，见一下午都不见你人影，去哪了？我去办了点事情。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可以啊，你说。我。啊？洛洛，出事了！方轩他们把宴客名单弄错了，现场一片混乱。你等我一下啊，泽西，我们晚点再说好了。对，那个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吃饭看电影好不好？今天是我们交往第100天哎，网络上面说如果今天不好好约会的话，恋情是不会被祝福的。洛洛，哎，好了好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今天晚上6点半，上次电影院见，好，拜。不是，我只是在想，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遇见你？越想靠心里近一点，越走。